欢迎你来吼，今日咱节目去看迄啥歌戏啊，歌戏是入门班啦吼，啊，今仔是第二次啦吼，啊，所以咱就欢迎你爸又到来参加，欢迎你来。谢谢阿弟啊。啊，欢迎早鸟的坚持教会啦。我满心感谢你，我着来认知啊，因为你的听极大，你的稳定极快，不管会当得着去，你日时的啊引导，每时的照顾啊，对，我着是每日来感谢阿乐无大，我也无教你啊，阿乐啊，应该互你的这个尊严，对，稳定去，你相对我。啊！我按时常用感恩的心来看待办项的代志。啊！我按时常用感恩的心看出发出阿乐感恩的声。啊！不管感谢，我按怎啊，来当各位享受肉体的流失，也有这款的敬拜阿乐。啊！要有这款的属灵的美妙，就祝你通过你的恢复。啊，对伊的遮个话中间发出光，互阮知影，阮都叫行的路，阮都会通得到稳定，祝福甲意志，会通对阮的中间来啊施乐啊，伫其他的人的内面，对阮感谢，互阮这段时间有你也时常照顾，而且将袂当来的兄弟，也无因会当啊有献殷勤的感动。行在主你的光明中，我安尼祈祷，恳求感恩各样各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全讲，咱顶礼拜讲到第几章节？吼。阿门。不要讲，不要。不要讲，不要。不要讲，是这个。四十七。来，这个47章哦，你若听记你的拢。拢奇怪伊个功能，甲伊个应对吼。啊，这是啥物？这是伫当初时，这耶稣十二岁时阵吼，去到个时候，当然行天庭底吼。啊，行天庭底迄个，因迄个背后个背景吼，迄个背景就是咱中东用木柱咧讲个迄个时代个文化吼。咱来了解迄个时代个文化，迄个时代个文化吼，十二岁就行在天庭底，啊，十二岁之前吼是对母嘛。对母诶生活，啊，十二岁以后吼，经营着对老爸生活，啊，十二岁对老爸生活诶时阵吼，啊，这个出入境吼，唔变咱政治吼，出入着是大家啊，全家拢动员啦吼，啊，所以吼，着做伙出去，啊，因咧吼两千年前，全家所在也无咧绑票，啊，也无咧汽车丢落吼，啊，无咧发生车祸啦，吼，啊，所以这吼。父啊，情况哎呀，较经营啊吼，对因老爸，啊，因老爸还袂意思出来吼，还袂意思讲，啊，经营嘞，家己还对我吼，情况啊，搁对母啊安尼啊吼，啊，两个人，那唔是情况，一直冤家啦吼，因为吼，迄个时代就是男女拢有分开啦吼，啊，咱现在听真侪人咧分享，到三四十年前吼，阮是参加咧做礼拜时阵吼，啊，礼拜五啊，一边第查甫，一边第查某。吼、哦，一边第三波，一边第三波，啊，无迄个，无迄个姊妹第过来查甫，迄个兄弟这边的，感觉都奇怪，啊嘛无迄个兄弟第过姊妹迄边的，吼、哦，感觉都奇怪，啊对啊，我自然分开呢，啊，中唔免分，啥物隔离，啥物隔离也免啦吼，啊，总是自然入来就，安尼家己分一边，啊分一边安尼啦吼，啊袂讲啊，爸母啊母囝啊就坐做伙，阿婆就坐做伙，啊，这个都奇怪，吼，啊，这个时代，迄个时代，迄个文化，吼。啊对啊，伫即款个经营中间吼，啊耶稣无拍断，到伫会堂个中间吼，啊伫遐参加个经学出来，一面听一面问，啊伫面听一面问吼，咧应对个中间吼，大家拢真奇怪，伊个应对哪会遮哪尼好？吼，一个十二岁，讲起来是先人啊啦吼，
啊，当时吼幼年二十二岁嘛，尔会当参加个正经学家，吼、哦，咱讲正经学吼是正经学家吼、哦。啊，因个正经真饱，当时因个行为吼，有拄拄甲正经有拍吼，所以也都伫教书个时阵吼、哦，有真济对遐个正经学家吼、哦，有做出真济个即个规范吼，提醒啊咱正人吼，个、爱听因个话，当时毋通看因个样啊吼，也过把安尼讲。啊，对，伫即个所在吼，安尼，即个伫咧所在咧应付的时阵吼，啊，因个爸母咧感觉真稀奇啦吼，啊，即个玛利亚吼，啊，伊个母亲四十八岁吼，玛利亚就甲伊讲啊，讲我个囝，你怎毋知？你为虾米安尼问阮安尼来行咧？看，你个老爸甲我吼，从今来做呢，也都应付个啦吼，为虾米做我呢？怎毋知？我应该着以我诶爸诶祖辈诶为纪念嘛吼，啊，即句话是咧讲啥物？即句话甲咱头先讲诶背景有关系啦吼。十二岁以后着做老爸，啊，老爸爷老爸是啥物啦？伫地面上来讲是约瑟啦，哦，拢是伊甲约瑟无血统诶关系啦。啊，对吼，伊讲我点是着以我老爸诶灯吼，做要紧嘛吼，诶，讲纪念吼。最要紧嘛，哦，就是伊十二岁生日啊，伊应该占伫天地的这个地里面啊，哦，啊，当时啊，因为这个玛利亚伊伫迄个所在，啊，玛利亚听咧，因爸母听咧，拢无明白啦，吼，啊，当时耶稣嘛，教因做伙落去，等于到耶这个马大列啊，从顺探因啦，吼，顿去啊，不顺探因啦，吼，这个顺探真条件。哦，神探嘛吼，做囝儿的吼，伊毋是干那只有做啊，伫即个族人中延续地做起地，伊嘛是人的囝，啊人的囝伊着认爸母，应该有诶，伊嘛着爱孝顺呐，哦嘛着爱孝顺，哦孝比尊比孝较要紧诶，尊比孝较要紧，有人家咱现在有孝吼，啊啥物叫做孝？啊，我着趁钱哦，啊着甲伊。哦，你嫁亲娘，阮讲，哦，拢无问题啦，吼、哦。啊，当时吼，安尼也无时间来甲爸母吼，啊，看一下，啊，找一个时间讲一下话来分享一下吼。啊，这个拢无啦。爱情讲我钱嫁当个吼，我着变去做有效的囝，我着算有效啦。吼、哦，啊，毕竟吼，存无容易啊，吼、哦，存无容易。啊，咱囝若咧做事业啦，当当在在啊，无用啦，吼。啊，爸母若关心一下吼。啊，迄个情绪压起来，啊，这情绪吼压起来，情况啦，会安尼艰难地过啦，哦，即咱咱只会听咧个电话，艰苦心嘞，哦，啊，艰苦心吼，伊迄个无尊哦，啊，伊对别人唔敢再敬地啦，啊，对家己个人吼会使敬地，哦，啊，对咱做爸母个吼，伫即方面咱着较了解咧，哦，咱年纪咧渐渐大吼，啊，饲细吼，往往拢会安尼啦吼，啊，对吼，尊无容易啦。好看容易，哦，好看容易，吼、哦。啊，当时哦，时代咧变化，啊，有个人都无，然后可能也是一个保护性的，有可能爸母吼，伫伊细汉的时并无甲伊受到这个做爸母的应该有的责任，所以哦，伫伊当当伊大汉了后，做人的囝哦，伊嘛无咧透过伊老爸老母，这嘛有可能，哦。啊，即爸母吼，家己爱做见证啦吼。啊，都是不管安怎，孝顺是咱伫正经内面挂应允啊，得祝福的一条界。吼、哦，咱十条界，第一界甲第四界是人甲上帝关系，第五界甲第十界是人甲人的关系。啊，第五界就是啊，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的第一界就是第五界。第五界就是咧讲孝顺，恁着孝顺恁的爸母。通互恁伫地面上的日子得到保障，这是挂念阮的一个。你若守这个律例，就有通得到这个祝福啊。啊，对啊，伫这个所在吼，伊就顺探因啦，哦，顺探因。啊，伊个老母就将这个代志吼，拢藏在心内啊。哦，藏在心内，这句话的意思吼，唔是讲啊好，你怎样子啊，你好，你咋子，是安尼啊。哦，伊个藏在心内的意思就是讲。哎呦，我听人讲安尼，我着爱用恁老爸，啊，是简单哦。现在我讲我是大媳妇吼，着爱来怪恁内囝，
哦，啊，即摆讲从因老爸的家最要紧，放在心内啊。哦，咱若听到什么款的福音吼，听到正经，听到感动吼，有不啦久的爱放伫心内。哦，我现在甲咱分享哦，我咧行路，还是讲坐火车咧创啥货哦，我真爱听正经讲道。哦，正经讲道啦，我较唔是咧听人讲道，正经讲道吼，正经讲道中间吼，你来恁有不难过吼，我人家会叫连续叫我听两届，哦，你着藏在心内，反复思想，哦，反复思想，我感谢主啦吼，像我顶礼拜做个见证，哦，就是我向各位亲人安怎这个代志吼，连带到是讲，我甲我同学中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代志反复思想，哦。我是一个传道人，啊，做这样代志嘛，但是我无偷放来讲，后摆我若讲着这吼，可能我会安尼讲着惊惊啦，吼，惊讲着是大魔，吼，讲着无把握，吼，啊，讲着这面你家己本身心内都有一个执念，吼，有一个安尼过袂去的关，吼，啊，安尼时阵哦，你讲的时阵，就安尼家己安尼感觉无把握，啊，当然吼。这些事情总是给我有分辨抓到这个机会、来表明、大家就希望能进入这个合作的阶段大力去目前在进行的阶段希望进入回来他们的大和解带你到边看这边做出来的事情我不瞒你说这是反复思想你从上帝的话反复思想看你到这个程度看到我推你上来就这样你开这个关系这样的啊，这个道歉的代志吼，我有一部加拿大的迄个公开啦，啊，几个北好的朋友我才有传，无迄阵就阮的班长在面咧讲的啦，啊，即摆有几人开始咧问啊，讲哎呀，惊讲某人甲你回即个呢，你到底是安怎？就开始咱人咧传，我来甲讲下即个感动是安怎吼，将来我会多少。这一步一步吼，拢就上帝好机会，会当进入到上好的程度，到后来会当一个大和解。这大和解，唔是我甲对面人和解呢，是整个总会的大和解。哦，整个总会的大和解。啊，这样到时，这时间我才来讲这个是不能实现出来。吼，到时我才来讲这个。啊，对于这个中间吼，我袂来讲，你的母亲从你这个代志分来进来。哦，最后牧师吼，你一定要甲恁讲到啦吼，恁牧师是不厌其烦，你甲恁交代，就体会加速基督的进程，马代都讲解，哦，恁就安那，他教练的当讲当经，当经，当名，当行天路，第二呢？得得到分会甲平安，得甲上帝话咱条条，你就会当伫迄个所在会吸引，就迄个吸引力，再来就爱欢欢喜喜来祈求，唔是苦苦咧哀求，再来就大家安尼合一听从福音，这拢是体会基督耶稣的真神，才做会出来啊，才做会出来的功课。所以我常常在讲这位耶稣基督的真神哦，至少当讲咧十讲，恁就较忍耐，为虾米就爱安尼做？因为咱讲了吼，咱袂做咧形象无辜的讲道啦，我若即摆甲咱讲，我顶礼拜讲啥吼，咱讲无几句，讲无几句，即摆互我倒倒咧流哦，至少你去知影讲哦，甲教练咧当讲哦，当真当名当行天路，这个甲上帝话，咱条条就有平安啦吼，就有氛围，就有吸引力吼，就爱安尼欢欢喜喜来祈求吼，来祈祷上帝祈祷是咱礼拜啦，祈祷是咱安尼欢欢喜喜唔是苦苦咧哀求啦吼，这个爱单心来听望福音这拢是体会啊，都祈祷真。对哦，你若久吼，体会耶稣基督的真神吼，来灌入你到底你的心、你的生命里面吼，你一世人道义无穷。我听过这样代志，我讲这句话有体会着基督耶稣的真神。
吼，所以吼，就爱反复思想，就放伫心内。来到伫即个地，啊，即个吼讲耶稣的智慧，啊，较年龄啊，加天啦，上帝较正人啊，正义啦，吼，伊的智慧，即个心量吼，是表示伊的年纪啦，啊，伊的年纪吼，啊，上帝较人疼伊的心吼，佫做伙成长。唔是干呐，只有上帝疼伊；唔是干呐，只有人疼伊。是上帝甲人拢疼伊，人较容易看来外表，拢是上帝是看内心。所以哦，耶稣唔干呐是外表会显，当显为夫子啦。哦，伊伫伊个内心的迄款个善良，亲爱要亲近上帝，上帝拢看在干内。哦，所以上帝也欢喜，也介意，人也欢喜伊啦。哦。啊，所以吼，到第第三十，你这个所在开始咧讲起讲，你该过出咯。第一六吼，第十五年吼，分丢起来做犹太的宗主，伊入做家己的军方的王吼。来，啊，再来伊个兄弟归了做，可尼亚吼，啊，是。伊属于啊，伊属于啊，伊属于啊，啊，做咱就可以啦吼，反正拢快完了。分封的吼，啊，你大内个也比你年分封了哇。来，这个所在吼，我有甲你讲过。啊，这个所在，这只咧讲个历史，吼，咧讲个历史。咱若要即摆讲，足简单嘞。公元2020年8月，今日九月初四吼，初五，今日九月初五吼，啊，九月初四个时阵，蔡英文总统宣布。这个猪啊吼，这个自由猪甲牛吼，自由进口啊。啊，这咱公元2020年九月初五，好简单嘞。哦，啊，若要这个时代吼，要讲的历史，就是爱讲这个蔡英文做总统，赖清德做副总统，这个罗志昌做行政院长，杨显祥做公务员，同到的时啊，迄阵总统当部长要办的事情，啊，迄种就无啥物公文，无啥物即落个。啊，对伊足艰苦个，你看卖伊用四个人个职位吼，来讲迄个时代个历史甲背景，伫迄个时间内面发生个代志啦，吼。啊，迄个内面时间发生个代志吼，伊安尼讲出是，第一条，阮就比较讲，啊，甲迄个比如讲，吼，啊，甲即个看做伊高尼亚，吼，啊，佮五个，吼。佮五讲五个人，同迄个时代五个人吼，啊，咱甲到讲四个人，啊，对吼，啊，即个看做市长了吼，做即个公益运动到的第一任的长了吼，安尼讲着，啊，发生的，即个发生啥物款的代志安尼啊吼，啊对吼，这就是即个看做啊国家吼在下的意思吼，啊，即个第二站吼，即个。阿那阿阿阿做话费是讲，佮当政治上个啊，来去是宗教上个啊。哦，宗教上是将人咧做话费是阿那和佮戴阿凡吼，戴阿凡吼做话费是啊吼，那家己阿会听，足安伫空遐，上帝会领导伊啊。啊，即下一个大先个先知咧出来时阵吼，用大家人个。哦，介绍六个人的迄个时间的年，迄款啊，迄个年月啦，吼，迄个年月，啊，迄个时阵吼，有一个大天使出来，叫做约翰，嗯，啊，即个伫迄个所在吼，上帝话就临到伊啦，吼，啊，临到伊吼，啊，临到伊，伊就啊那第三代，讲伊就来到约旦河去大个所在吼，传讲。悔改的这个洗礼，雨水滴到下面，上帝会临到伊吼，啊临到伊，伊是起来讲啥物话？伊是起来讲安尼，天空啦吼，啊，地造福家己啦吼。伊伫迄个所在，迄个上帝话吼，临到伊的时，伊是伫迄个所在用来做传讲悔改的洗礼，雨水滴到下面。所以上帝话临到伊个时吼，伊对迄个时阵安尼即个传教个内容吼，是非常个特别啦。啊，第四十讲，就亲像先知以赛亚所讲个吼，
伫矿业有人喊我讲，比板柱的路就是伊的道路。比板柱的路，就是即摆搁再来有一个救助亚都铁路的人。哦，啊，迄个时阵，他咪讲伊亚都唔在啦，哦，伊亚都唔在。哦，所以哦，伊巴人啊，伊巴铁人去问亚都讲，到底要来的是你，还是亚都有其他的人？亚都甲约翰的学生讲，讲你去，甲你都看到。哦，即、这个泡鱼人的听见哦，秘密的看见哦，摆卡的行路，啊，哦，即个变罪的爬起来行，哦，太多的得到医好，哦，死人的过往，安尼哦，你等于家己做判断，哦，伊嘛无甲直接甲公司，啊，就唔是啦，哦，当一只代志用同时发生在一个人会身上的时阵，因就知影讲即个是一个记号啦，哦，这是一个记号。约翰福音无讲真耶，约翰福音吼，诶，真耶的原文叫做记号。啊，约翰福音咧只真耶真趣味哦。约翰福音无只讲真耶，啊，拢是吼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吼，拢讲耶稣行真耶，真耶基督。拢是约翰福音吼，诶，真耶无叫做真耶，叫做记号。啊，这就是上帝多只肉体的记号。啊！伊要学矿业的，伊这个路得着周边啊，坎坷下当伫迄个所在啊，这个周边啊，大山顶山吼啊，会弯翘的要甲照平吼，啊弯弯翘翘的要解学得啦，弯弯低低吼，要互伊平坦，囡仔有迄个啊吼，拢要看见上帝救恩啦吼。啊，然后约翰就对遐个要上帝正人讲，独大的真理啊，是啥物人支持恁多变将来的恩吼？哦，你要建一个改善、甲悔改的心吼，啊，对人啊吼，啊，无得家己心内讲，阮有阿伯拉罕，即阮的祖宗祖先吼，啊，我甲恁讲，上帝当对遮个石头显起阿伯拉罕的子孙啊，所以咱就头前就看见讲，头前的所在吼，咱就看见啥物，看见讲上帝的灵吼，点伫伊啦吼，伊即个。上帝临到，上帝话临到伊啦吼，第三十种话啊吼，啊介绍讲伊这个约翰的时吼，上帝话临到伊，上帝什么话临到伊？上帝话吼临到伊，就是讲，即是咧讲伊的身份甲伊要做的工作啦吼，要予一切的山吼，即咱本来都在天满吼，啊大山小山吼，即个地无得啦吼，大山小山吼，要伫迄个都来吃饼。啊，弯弯翘翘要啊解落去啦吼，得弯起死啊吼，咱咧上台迄水路吼，啊，咱到尾迄大弯弯吼，迄水吼会搁继续一直下一直飞吼，所以得弯起死吼。啊，这样弯弯结结要来用好平啦吼，啊，这是为着搁再来会救助亚都基督，会当伫迄个所在上短的时间内面看到上大的功效啦。哦，所以为着伊来铺路，啊，对上台经吼，到讲出这个。上帝话是啥物？上帝话是讲，恁着爱结出果子来，甲悔改的心哦，啊，对上第八十，恁着爱结出果子来，甲悔改的心啊，对上。哦，无得家己俩阵讲，有阿伯拉罕做阮的祖先，我甲你讲，上帝当对上头来迎接阿伯拉罕的子孙啦。哦，这是上帝话临到的因啊。哦，啊，伊个角色，伊个工作，就是要予大山底山吼，你着平坦，弯弯翘翘，你着，你着会周直啦吼，周平啦吼。啊，总是伊个话语吼，伊个话语，就是要伫迄个所在叫人着悔改，而且悔改吼，爱甲迄个过去吼，爱甲迄个心相对者，就讲悔改吼，啊，心唔甘愿啦，哦，啊，心看无理啦吼，看无理吼，啊，心唔甘愿吼，啊，所以吼。啊！伊伫即个倒在咧提醒因啊，讲恁共款吼，虽然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吼，拢着悔改，为虾米？这有伊个背景，因为吼，咱看马勒基一卷后，圣经最后一卷，啊，圣经最后一卷结束了后吼，有四百年无先知，经过四百年了后，才出现一个先知叫做约翰，伫即个倒在旷野开始发声，哦，啊，所以吼，即四百年中间吼，因的心无上帝。因无咧，因无咧遵守这个十条戒，即个咧，吼、哦，啊，这就是毋是干呐几百年啦，咱有看见过去的历代吼，有真侪这个君王吼，拢无咧遵守，
吼，几个好王吼，伫迄个所在公告福音啊，即咱来贵后就咱来甲咱讲，吼，即亲像即个看做，延长十五年诶，叫哪？上帝讲要哦，上帝预在阿伯回恩堂十五年，怎么啦？啊，是变啦？哈哈，笑的是。正在咧讲诶，对对对，啊，你种种就袂记啊。种种可以记。哦，伊前迄个看到，伊在教王啊，伊在教王吼。啊！伊这教堂就是一个广告福音的群，哦。啊，这北方哪有这款的？咱顶一个广告地啊，这个嘛是广告福音的群。啊，这个看讲，这个时代群龙吼，很荒谬，哦。啊，亚利比吼，伊迄个时阵是这个北方的这个群龙的时阵吼，啊，伊做生意的是加复杂讲，哎，他拢无咧读圣经，哦，啊，到伊做出来。用的那时阵吼，伊斯兰，啊伊斯兰吼，则伫迄个时阵，啊，看见这个圣经吼，拢无咧，大家拢无咧遵守，啊伊吼，就起来彻底来改革啦，吼，啊得啊遵守圣经，啊总是用伊遵守圣经的迄个实施彻底吼，彻底到啥物程度知哦？未知甲外邦同分啦，啊你即个甲外邦个同分吼，拢爱离婚啦。哦，迄个咱听了，记住啦，吼，记住啦，听了吼。啊，所以哦，这个时阵吼，差不多一代兴起，一代衰落，一代兴起，一代衰落，吼。啊，事事变哦，逐渐嘛是安尼过。当地啊，八姓犯大罪，啊，你啊，上帝兴起，外邦来侵略，啊，因就可能才可以稍微把上帝认罪，上帝才可以兴起一个主师。主师是将你顶半关的意思。历史书伫迄个所在，恁恁大因打败对敌，啊得着几年和平，啊这八年得着和平了，啊就搁再起起南站起势，啊又搁犯罪，安尼连贯还有十四代，十四个史书伫迄个所在，吼、哦，啊对，伫这个所在嘛，约翰嘛是咧提啦，吼、哦，啊恁茫了是讲恁是阿伯拉罕的子孙，我阿伯拉罕的子孙，我自然就入天国，吼、哦，无这个无这翻译的代志。你著爱悔改，吼、哦！啊，悔改吼，毋是干呐对悔改，著爱甲你讲一个规矩吼。迄个悔改心甲讲一个规矩吼，伫迄个所在有对照啦，吼、哦！啊，你若甲准备啊，准讲你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咯，真歹势。上帝当对照头，兴起阿伯拉罕的子孙，吼、哦！毋是爱靠你遮个啦，吼、哦！靠你遮来传扬上帝讲道。稳定平衡，哦，从地当对照到中间先去行分的，啊，所以你看人啊，看国家都就市场的时候，讲啊，你来，我到要你当中石头变做假米了吼，伊、哦、讲变做假米了，唔是变做饼吼，通常咱是讲变做饼，变做假米吼，哎、哦欸，这个调车啊，从地都会当去石头先去起来，做阿伯喊的行分啊，吼、哦。啊！啊！啊！带咧石头变做啥物，哪有遐尼困难？哦，所以咱若是即个所在吼，情况讲，哦，即大电梯咧讲的话吼，实在是非常的酷啦，吼，非常的贵啦。啊，伊不管啦，即上帝话语灵教我第九代，讲现在斧头已经藏伫即个树根啊吼，你若无要建好果子吼，就要火较夹夹，迄伫火内面啦，吼。若无要结果子的吼，审判就来到，啊，审判若来到的时阵吼。迄、那个就气煞了，永远就火烧啦。啊，通常这个火烧吼，咱若看来讲，麦啊、甲皮啊，啊，迄个葡萄树的树枝啦，吼，啊，遮个叫做直接咩货吼，采出来拢是安那，拢迄里底，拢迄里火哩。迄是讲迄里，迄伫这个路边啊，迄是啥物所在后迄座墘呢，拢迄就火烧啦。哦，这真注意哦，这拢有咧预言哦，这个真看。啊！地地角的这个经验吼，啊，即人就问伊讲，啊，我第一间哪做？做饭吼，
啊，回答挺简单的吼，身体吼无真困难，哦，身体讲起来，对约翰来讲吼无真困难，亚伯来讲嘛不困难，是咱大家解决得到困难，哦，约翰讲啦，讲你老娘娘打吼，滚一领回就回啦，啊有食米吼，行就安尼行啦，哦，安尼叫做悔改，嘿嘿，真简单啦，哦，真简单，都不叫你就爱安那安那迄落。敬价几多吼？啊，无叫你讲着爱安那迄落，爱像较早迄天主教吼，哎，天主教妈五点妈经着爱起来解渴，这关键是啥物事啊？中间的一人，嘿，中间的一人吼，圣经保罗讲一句话，讲我鞭打我家己够忝忝，啊，伊鞭打家己够忝忝，为啥物？上当野心不良。下面放唔好嘅念头嘅地方，伊就家己去话下边，迄个有迄个苦前分嘅意思，有迄个苦前分嘅意思，啊，苦前分，啊，互你分心，你袂搁再去想遐个优越嘅代志，哦，啊，你咧，你家己变化，家己够偏偏，迄唔是讲，唔是讲天龙度娘，迄是安尼做，啊，落去马丁因个时代吼，因个以前，迄个保利人吼，政府人个所在吼，因个老天就行咧。用脚头啊！我听你拢在讲，当年都提起啦，你食脚头骨，你看我方面哪里，我拢没得钱。你脚头骨哪里这块？啊，这方看边哪里个？啊，骨贵了，那骨贵了。啊，这方就倒到咧运动哦，你这块咧练，哎，比如练骨卡好，哦，啊，你抬腿哦，哎，这哪？哎，这一下骨吼，哪这出来，啊，哪这一块，啊，关节在这一块，哦，这个就真难骨折哦。我这个平安寺叫做是这个特种部队吼，啊，阮这个阿达拉吼，这天气真好，那太山嘞，嗯，我这吼，啊有这么特种部队吼，我这一下子无别后边嘞，这里吼，这吼，啊，这些嘞就是靠这个安尼的科研嘛吼，啊，所以就是靠科研来解决啦，就真简单啦，啊，会晓跟人分享啦。分享就听，吼、哦！你甲亚当都家己个不服无好，亚当讲，关于话甲真理个当源头吼，伊个当基础吼，伊个根吼，就是啥物？对啦，就真心真正真意听对你个强力，搁着听出比真用家己，搁着这两项吼是重点，真心真正真意听对你个强力。啊，讲一项话，搁在讲第二个也嘛，亲像是讲，啊，唔干呐，唔管是凡是第二个，啊，嘛亲像是讲，还是讲，啊，搁着听出比亲像家己咯。讲一咱拢知影，讲你要听迄个未看字个重点，你必须着爱先听迄个会看字个人啊。啊，你要安怎讲？你看网站，听迄个会看字个人，口惠不实。啊、哦，万里食老爸，穿好少，啊，平安做你去哦，啊，安尼啊，哦，啊，医者是一个，哦，你有两领衫，你着一领，后尾着无穿一只个，哦，啊，你若家己有两份食物，你着无遐枵无用，哦，啊，佫有抽用个，吼、哦，第二站嘛，佫有抽用个，也要来上课，啊，问伊讲，讲真正，阮着怎样做？你话伊讲啊，讲除了订票个做法嘛，唔通加注，啊。这抽象的我甲恁讲过不难解啊，哈。抽象的是安怎算？因咧当初是闹摕着迄个政府的七条，啊，拢是依据用报、用标的啦，哦。比如讲大中市啊，即只大人，咱来面在做起啊，哈。比如讲我标一百，拢是恁闹大条，恁闹大条标两百嘛，迄阵一百是你的。啊，伊是只干干唔甲你卡对条。哦，就用个只安尼，啊个人无，啊都好个，啊都好个，较早个时代吼，哎叫汤不叫品啊，你嘛即个时代叫品不叫汤啊，啊对迄个时阵吼，人看咧即个专门咧压榨百姓，啊虽然做好个，你嘛若好个吼，自然真正就多啦，朋友就多啦，啊若善良人吼，都趁较少贵了，现在你讲安尼啦吼，平安笑个。啊，所以吼、哦，
迄个吼，若散的吼，自然朋友吼，啊，亲情就无啦，吼、哦。啊，你若好个吼，吼、哦，较远亲的落来，吼、哦。啊，这是这个时代吼，一个奉献是一个迄个观众的现象啦，吼、哦。啊，对啊，这个所在吼，这个讲教育，哦，你教育嘛，上好个讲啥，嘿，迄个时代有迄个时代的道德标准，你都你懂懂是。拢是亚大背景，只敢在查对表，啊，伊查敢拢查无啦？伊只敢在查对表，安拢查无？有啊，有查无啦？啊，路面，哦，啊，背景要了较贵，啊，较贵嘞，你着改叫一个保护位嘞，哦，叫一个人头位，哦，叫一个啥物位，拢总有啦，哈。啊，对，这是抽象的吼，最易吼，最易吼，啊，诶，即个甚至都会破烂化的原因是安尼啦，吼。啊，对，咱现在来讲，大概。我那讹诈的，我就还他四倍，然后我一半分给穷人，哦吼，也不存多钱，也不存多钱，啊，对，一分吼，借得啊，真啦吼，这个就用个公安的事吼，你问公安，我就安怎做吼，即个当这条事吼，一分讲除了订票的这个顾客吼，而且你唔忙搞，啊，就退退啦，啊，十四层哦，边边问公安，我就答应去，啊，即个当。政策是规改结果是爱当做个吼，啊，一番吼在十边边看啦，唔通用强迫款待人，也无得歪过人啦吼，家己有志就应该支持，因为吼，伊有武器，伊使用个武器佫是合法是保障个，啊，咱是手无寸铁，吼，咱是手无寸铁，吼，啊，对边吼边边吼，迄个时代落法较无遮严啦，吼。有武器的人面啊，拳头够大粒的人面啊，哦，啊，伊若大粒吼，迄、迄个倒啊，甲你放到含粉的所在，叫你落地唔切啦吼，啊，伊拢有可能，吼、哦，即拢有可能，啊，管也管袂到遐地啦，啊，对吼、啊，即、這个所在吼，约翰讲这拢是国体就是迄个时代的背景，迄、那个时代的经典，吼、哦，啊，无啥物损耗的道理，啊，对球员来讲，你应该做得多就好。你嘛去加客，啊！啊，对这个普通的人讲，啊，你若有两领衣裳，你就一领困难，吼、啊！啊，若两分钱，你来就分，安尼困难安尼啦，吼！啊，对这边边哦，伊就讲，啊，你就，啊，你就唔好用强迫款待啦，啊！啊，你若有稳重啦，吼、啊，真强啦，吼、啊！这领袂起的，安尼就够用，吼！啊，对哦，这个无什么深的道理啦。就是你着爱心，是救你的本分，你差不多伊要讲的所在。啊，八成来到，拢毋茫伊都下来边来吼，啊，人的心就了伊啦吼。问讲啊，检查约翰就是基督，啊，十六层吼，约翰就是讲我就是用水甲恁行洗的吼，总是有就是能力变化搁较大的买来吼，就是我家口下大嘛，袂贪一啦。伊来吼，是要用正钱甲货甲恁行洗礼吼，来要用正钱甲货甲恁行洗，正钱咱较容易了解吼。正钱咱若看下约翰迄个使徒行传吼，第一章第八节，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正钱是啥物？第一章哦，主道一章第一章第八节。你得要得到能力，不是啊？啥物宣传？啥物你增加得到？好，咱们用八点五分来测哦，来。但是这个价格在你们这里上，通货币的老所以变上价格的老三，全球在为我们做增加，那必须为我做见证。这样一来，即便见证，伊要用见证。要互恁得到正情啦，吼！啊，要正，互恁得到正情，正情啦，恁个心情就是讲正情。伊来个时阵，啊，你正，伊会带正情来到你个心情，啊，正情伫恁个心情，恁就要得到快乐，得到快乐就要当啥物？做见证。为主做见证。啊，为主做见证，吼、啊，就是伊讲废话个见证，就是为主做见证。咱得到正情个能力。主要的目的是要为主做见证，啊，为主做见证，安怎为主做见证？
就爱体会基督耶稣的精神，拢用会着。哦，你来体会基督耶稣的精神的时阵哦，你才有法度为主做见证。你的行答，你的讲话，哦，你所产生的果实哦，人就会当伫迄个所在看见耶稣基督伫咱的身上。啊，论到血呢，血哦，一种啊。就是讲得到亮光啦吼，得到亮光，啊，得到照落，当时暂时嘛，一个讲，伫迄个所在，当咱若是依赖的时阵哦，嘛会带来正经的力量，嘛会带来进化。咱来较早看来过来所在吼，后来波头已经出未树根啦，你若无要结果子的吼，就要套起来，安那，迄个火烧啦。所以依赖吼，是要带来力量。嘛要带来金黄，哦，嘛要带来金黄。所以咱讲火吼，要结晶，要带来给咱光明，带来给咱照落，哦，这拢会使。当时我咧上讲用圣情甲火，这两个是对照，哦，就是讲得到能力，哦，得到能力吼，啊，咱所行所讲的，啊，拢会当为主来做见证，哦。啊，就是做见证是啥物？头前约翰讲的即几项嘛，是拢为做见证。哦，你若两项食物的，两件食物的，一份粉啊，两领衫，一领粉啊。哦，啊，你做抽样的，你要该收收，不要该收唔好收。哦，啊，你是做抽样的，啊，抽样的吼。啊，你来看做边顶的，唔通用暴力，要共强压。哦，是你的本分过好变成，哎，这拢嘛是现实的对待。嘛是限定的，你个真正啊，你嘛是对这来结果死啦，无啥物深奥的道理啦。哦，啊，对伊讲我是机不可失，是世界啦，啊，我就是了解外套下大嘛袂堪起来。哦，啊，讲起来吼，这个套下大吼，这也真注意啦。这套下大吼，这是多国的行规，都人家人民的时阵吼，因咧中国无的。哦，伊这个咱人像我看即摆咧，是只哪里呢？这是用经过科技的较早劳力革命吼，就是爱石头撬开啦，开始建设啦，对应入来，再有当个，啊叫做劳力革命的，哦，啊当时吼，这个当代讲，我改偷 A 大吼，袂堪者，那是从 B 社的工作，啊你讲偷 A 大吼，就即个拢是从那个假脚拖起来，佫毋是人摆拖咯，拢是假脚拖，就即嘛无啥物用，哦，嘛无啥物用。啊，若有哦，可能是一条吼，白个脚底啊，哦，安尼咧个吼，较袂少落去。啊，一般看起来就是野条粗，哦，野条粗。啊，若有从个是野条粗，咱即摆看下个吼，咱即摆较会啊，拢用迄、那、落、個，用迄落啥物，用迄钳仔吼，安尼用条嘞吼。那现在拢用剪草鞋啦。剪草鞋对。啊，草鞋，草鞋嘛，草鞋嘛是。一定爱白啦。有啦，迄中国甲清朝，咱去罗马拢穿皮的呢。哎呀，你看迄罗马鞋哦，我一双得穿过了千呢，好贵哦。有啦，伊那白色好贵啊。伊迄简单嘞吼，条边北的。简单条边北的。哎呀，啊，迄个罗马的经典哦，吼，你看遐白一个就贵啊，迄是，伊迄是，迄是讲伊的威严，你看遐正式的，哎，这个。双吼是经过设计，来啊！搁再吼，这个陷阱才会后边继续。伊手摕棍子啦，哦，要清气，伫迄个看做要用清气的瓶吼，啊，将马啊出去装吼，将草土坑吼，迄伫迄个白花的火来甲伊烧着。所以来讲陷阱才会吼后边咧解决火。你若较不唔是迄个结节无结过死的，空有机表，咱知影吼，咱伫做事的时候有切啊，啊，当时迄切啊，若真正有切啊，就会动，拢是嘛，迄个切啊，啊，举头去，迄是啥物？无结节啦，啊，那是鱼有机表啦，迄叫做拍切啊，拍切啊，啊，拍切啊吼，较早咱囡仔时代咧拍切啊吼，哦。迄种爱安怎？红果，哦，红果，啊，阮囡仔吼，就无法度扛起切啊，去到遐，十倒咧红果，啊，当然会，一手会，当作嘛一手，
啊，迄风啊吼，啊风安尼吹下落来，啊刮刮的，一两块土地刮下来，哈哈哈！哎，吹粉草安尼，粉草安尼安尼吹过，哦，迄土坑吼，安尼吹一地，啊切啊吼，只地敢那夹一地啦，哦，啊对吼，伊咧讲的迄个火，后壁即个都在自己锅中，啊，迄个拍出来奇有奇表的。啊、哦！你无结果子，当时你干那有迄个样，有迄个款的，真歹势，就拢爱，拢爱淡掉啦。黑皮灰咯，啊灰咯吼，啊天时用来讲就是，对个。啊，对这个字，今这个讲啊，这个都在伊的，都有迄个讲的，伊这个都在讲伊几个重点。到一个重点吼，真普通，就是爱结果子。啊，什么人结，什么款的果子，安尼。哦，唔是拢同款，哦，你有甚物情分，就结甚物情分的关系。第二项，亚多几多，伊甲亚多几多，伊甲甲伊袂比，哦，所以伊为甚物甘比，讲我就是解脱的，同埋甘。迄个要背我后壁来的吼，伊、哦、要用正见甲慧，哦，啊，所以这个正见哦，咱甲所讲的是为数做见证，咱会得一个点，迄个点唔是要来互你比较人，哦，唔是要来互你偏颇，哦。唔知咧要何里安尼，哦，虽然佮望家己，哦，迄个特别是买水啊，买维度来做变成，啊，然后性质甲火，迄、那个火吼，是表示心旷，所以有能力嘛有心旷，啊，能力会当互咱充满啊，迄、那个活力，啊，充满肌肉，啊，充满气力，哦，互咱日常化个中间哦，啊，软弱个时阵会当变做勇壮。哦，亚健会当啊，再来变恢复强健，哦，啊，拄着病痛，咱就往会当用欢喜的心去面对，啊，真啊，才会变困难吼。啊，对，十八代约翰搁甲用真侪话苦劝才会变痛，啊，甲因传讲福音啦吼。啊，达到阵吼，即个所在忽然间晴天霹雳啊吼，伊是愤风的王希律啦吼，因为伊个兄弟的。因为伊兄弟个报起落底个因果，并因为伊所行一切歹事，受约翰个责备啦。啊，啊，佮另外加添一件就是，将约翰吼关入监狱。啊，这是啥物呢？这就是咧讲起当初是个军方个王哦，这是傀儡啦。啊，这是傀儡啦，伊毋是啥物王啦，伊无职权嘛。啊，无职权，你会记无？要甲亚当判死刑哦。伊落学无管人家半死个，迄是伊即个八件，伊讲是伊即个来学嘛，讲是学无管啦。所以因倒去甲尊母比立刀，讲到比立刀，讨即个罪分啦。哦，用阮因下再甲亚多定是一个，哦，所以要判死刑哦，得倒转即个观点，倒转去到底即个东道，啊，即个学哦，只不过是一个。稀有稀味，啊，当然有食王的俸禄，啊，所以哦，吃花宴乐，啊，这个希律王哦，把因招弟的某，啊，把因招弟的某，啊，因招弟的某哦，那咱不讲照圣经讲啊，你的兄弟若过身了哦，你就爱把伊过门，把伊颁布父王，这个古代真明显，伊是做王硬对伊的招弟因弟父啊，甲抢过来。啊，手过来做某，啊，啊，这讲起吼，无，这是不伦不类，那必不伦不类。那过身呢，哎，甲头过两块好处哦。啊，你若唔是过身呢，甲硬甲扭过来吼，啊，这就不伦不类，叫犯法罪啊。代表就是安尼啊。代表哦，就是将乌里亚将军的某抢过来，哦，啊，这就犯法罪啊。啊，对啊，伊个大力是搁照倒等于三十五地啊，将军哦，伫迄个所在啊，派迄个上面军队个部分啊，伫迄个所在阵地啊，到明城元军都会当个部队，啊，总之将人伊只天不地地地不夹个吼，总之将地拢看开个啦。后来因为伊批评哦，迄个王哦，把他关起来咧，啊，他关起来吼，啊，这个正八地就说吼。可能哦，加之一件就是将约翰关入监狱，
啊，正八正拢受洗，耶稣也受洗。啊，正伫咧祈祷时，天就开嘛。正前降临伫迄个亲像影啊，都有正因对天顶来讲，你是我所疼的囝，我欢喜你。来这个所在吼，这时间就好，我感觉上啦吼。这个时间，这个半做二十一日，甲比这个十八、十九日，还是讲二十日嘛。这时间就好，咱讲伊拢是念书吼，拢是嘛会亲像其他的。哦，即我有听这个半做大卫包根吼，虽然他是以前不是是按照念书咧考究。讲是无通讲每一项代志都一定这项代志做成，这项代志做后，自然也保就做做成。哦，啊，总是这个所在记伫伊上班间，上班间伊了无出来啦，就红枕头安尼。所以啊，这项代志哦，应该一个也保，伫这个现这个看到作案上班间的进程，这个也保来到伊啊出水，哦，来做也保来到伊啊出水，啊，这个。马头鹰吼，伫咧讲起讲，哎，我应家己受你的洗，哪会你来阮来遮受我的洗吼？我哪会堪接？吼、哦，啊，迄、那个就是耶稣解关啦，屋着尽主管的机啦，吼、哦，着尽主管的机。啊，我吼，我讲过啊，这是无啥物正经根据啦，吼，因为吼对《主道言传》第十五章吼，大公会议，这是第一届的大公会议啦。啊，这届大公会议吼，非常的要紧，要紧啥物货？就是哦，对外邦的传道啦，哦，因为哦，进前来的时阵，要对犹太、撒玛利亚到地极啦，哦，所以当然是包括这个看做外邦嘛，啊，包括外邦，啊，包括外邦的时阵哦，因伫这个所在派出去传道的时哦，当然拢有反应，特别是保罗甲彼得啦，哦，这两个哦，因拢有包括外邦。这个所在，啊，保罗一个，也比较有一个独典型的咧，独典型的咧，一个背诵，啊呐，过过因兜传道你会听，这背诵念咩？哈哈哈，背诵叫咩？啊？便秘牛啦，啊、嗯，便秘牛吼，这个故事真注意哦。这个故事咧讲啥物？讲彼得吼，伊去祷的时阵吼，啊，伫这个顶悬楼顶咧祈祷吼，啊，祈祷的时阵吼，安尼，唔知是扳倒摇过头啊，怎看吼？伊讲安尼看到一个异象啦吼，啊，看到一个异象吼，天顶安尼有一个真大个网啊，网啊，啊。啊，这个网哦，内面哦，堆满了真多其他的动物啦，什么动物？昆啦，昆虫啦，四脚的，哎呀，就是迄、那、落、個，四脚啦，哈，使徒行传十一章，然后就是行传十一章，啊，伊这款哦，就满只无清洁的物件啦，哈。啊，隔离流吼，啊，以前只爱看这四脚，啊了有啥物，迄个四脚的遭受啦吼。第就是讲算第十章第二节啦吼。十一章。啊。十一章。第十章第二节是讲这个保罗做传记的吼。啊，这个第十二节吼，十章第二节吼，就是四脚的遭受啦吼，啊，较残酷啦，较悲壮啦吼。啊，有些人听因家己讲讲，比较起来大了只。啊，比着讲啊，公主啊，唔通啊，唔通啊，这是种物啊，哦，这是制作的物件啊，唔是新作的作啊，吼、哦，这是制作的物件吼，是无上帝都看都无清气啊，唔通，啊，是无清气啦，我向来拢唔捌食过呢，总之吼，第十章十五节，不过现在第十章十五节，第二段佫有声音。甲伊讲啊，讲上帝多清洁，你毋通当作食，迄个上物啊。今日上帝讲遮个物件，出到你个头前是上帝看作清洁，你袂使甲当作食，即个上物啊。啊伊安那，伊看是即个代志吼，今日连两三届了吼，比着个心内正伫咧焦急个时吼，毋知影所看到个异象是啥物事啊？高年流个所派来个即个人啊，
就来到因家的楼卡，讲有千八比特的西文直接无，啊，当时啊，就是啊，这个时阵啊，大家大家比特在这个思想这个意象吼，咧反复思想啊吼，正经就甲伊讲，讲有三个人来找你啊，你就起来哦，甲因做去哦，无得交易哦，因为哦，我提因来吼，啊是爱你去因迄个所在吼，来关注你啊吼，因。有这个百夫长吼，啊，因为百夫长是一个奇人，佫是敬畏上帝吼，是犹太宗国都称赞的吼。啊，你会得到一个天才，伫迄个所在支持，啊，叫你去吼，你就甲伊做一起安尼。啊，可能吼，伊去到迄个所在过年了的时阵吼，啊，因全家拢准备好啊，啊了吼，比着甲因惊死嘞，吼，比着甲因惊死。啊，这吼，可能人看见讲啊，系啊，啊惊死嘞吼，安尼地当惊死几百个。迄个时阵吼，这个无当做是，也做基督教的一个礼仪。迄个时阵拢也阁是犹太教的礼仪，啊，真少爱真皮的啦，吼、哦。当一个真兴的宗教，用耶稣基督做中心的个基督教，啊，基督教是对迄个看做啊安提阿迄个所在开始的，吼、哦，当先不先好信耶稣叫做基督教，吼、哦，信迄个必须人中国话迄个耶稣叫基督教。啊，所以吼、哦，因来到现在十五章已经发生一个问题啦。什么问题？这个礼仪爱改啦。若无改的时阵，要行洗礼，要行割礼吼，行割礼是洗出来背去上方便啦，上爱袂行。这若叫咱张医师来讲就清楚啦。哦，张医师今日讲了偌好，啊，讲了吼，食礼我个酒当然奉献互咱教会。我一靠我的我老师啊三千就是干那只有，即个咱行这个，就咱行这个基督徒，啊，而且吼，迄个看做老岁物件吼，会再食吼。啊，所以吼，安尼了吼，迄个门槛就降低啦。啊，即中间有去讨论着，距离航天无讲着，到时耶稣家己本身有行这个，我相信迄是因讨论中间的一项，我合理的推测啦。反复思想了吼，我认为迄个现场有人伫。对耶稣本身所留落来的一个典范，伊嘛行这个，哦，啊，伊是无罪牺牲哦，无罪牺牲来行这个，帮咱这个大公会议哦，来决定这个代。啊，当时大公会议拢无讲这啦，啊，当时这是我个人反复思想，我今仔爱讲反复思想，啊，真正爱是嘛，爱学习反复思想，哦，反复思想才出手啦，哦。反复思想啊，才推出来，哦，卖安尼钱钱狂狂，都出手啊，啊，就代志排了了。我说，按所以耶稣样尊，互行洗礼，互家行洗礼。对。迄个等于是讲头一批的礼了，无迄以前都拢无这礼呢。对。迄、那个信仰并无这么款的洗礼。哦。啊，当时吼，因为这是安怎讲？这就是悔改洗礼。嘿。这个字吼，是这个啊，行这个约翰的角色啊，行这个约翰的角色吼，伊就是算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哎，伊的开路先锋，伊要出来的时阵吼，这安那，这是耶稣进主班的字啊。这进主班的字意思就讲，哎来，咱对这个都来认识啦，体会啦。哦，我先查告诉你，啊，比如讲外边一道啊，哦，你若要当当路的吼，爱行不来的。啊，佫全哦，动作佫真了，足地呢，吼、哦，啊，迄、那个啊，人家到变关公的一个地点嘛，吼、哦，啊，讲实哦，伊这个讲这个所在有一个默契的，讲啊，我来这个所在吼，你这你的任务必须有过一个段落，啊，你伫这个所在团会起来，你对甲范吼讲起吼，就过一半年尔呢，哦，啊，对于这个半年吼，讲起来是伫迄个所在团会起来的你吼。啊，团悔改就你，耶稣来到遐的时阵哦，耶稣就无做，那就悔改。
总是伊讲是自办的去，咱两个有做一个先者，吼、哦，你这个任务吼，差不多直接要过一百个，吼、哦，啊你伫这个所在，你主要办会介绍你，你的记号是用啥个？吼、哦，所以我接了这个系列，也过会介绍记号。当然，保罗是有把这个发挥到上大啦，吼、哦。对。而且宣布讲这等于较赢较累啦。对。吼、哦。啊！但是迄中间因安尼做吼，用咱即爿世俗来想啦。嗯。恁这外口的敬拜用这方式，啊，甲阮会堂内底敬拜也是无同啊。对。你抢阮的生意啦。嘿嘿嘿。讲较白是安尼啊。嗯。啊，所以犹太教到即爿就活动遮自在啦。哦。啊，够安尼哦。嗯。犹太教到即爿嘛是要讲的，要一件硬得的。啊。嗯。因都无钱也多。犹太教物件无钱也多。唉，我一部电影吼，内面看来讲，迄个圣诞节吼，啊，家己讲就讲圣诞快乐，啊，迄个人答应讲，啊，我犹太教的，啊，就甲伊对换讲，安尼光明节快乐，安尼哦，但二月二五吼，因迄个伊即个所在叫做光明节啦，啊，伊就对解决。我有规定对啦，伊甲讲圣诞节快乐哦，伊讲我犹太教，来着讲嘛光明节快乐，安尼啦，哦，对对对。光明灯，光明灯嘛，光明灯你也是对妈祖。叫唔用哦，本灯啊对哦，顶级的需要灯啊，有灯会啊，因咧有点大条，一灯出头目前的灯出头，因咧有人饲的呢。咱的实验拢是实验，像咧趁靠近甲咱，甲咱人家吼，天主教堂吼，你只任何一间，我去澳洲的时阵，任何一间天主教堂内面就一定有迄个蜡烛要互你点，如果你点一支蜡烛，点落十块，点落十块。啊，我每一间去到天主堂内，从我那里站到站咧现场，我每一摆就一支刀，互站到现场下当监工土地吼，这个土地。会当完成，啊会当好，我那叫做大人规矩，建立坚固，啊，我用这做考核做目标，大人规矩，建立坚固，大人规矩要这个字排第一啦，建立坚固，吼，我望这个目标会当完成，所以到每一个所在我来坚持啦，啊，其他的叫做嘛，感觉真感动的，我无说你是咧经啥物，啊，你经阮到会当大人规矩建立坚固啊，达到这个目标。哦，啊，对啊，有这已经是后过两年吼，嘛也搁在当人的面前讲好，就无可能搁在建堂遐是用翻嘞，哦，去到达到在往你遐咧咧求上帝吼，啊会当去建堂会当成功安尼啦。啊，对啊，这是一个神迹的所在啦，咱讲到讲这个吼，这真正是一个，也都是迄个所在神迹吼，啊，这个所在，好来，来。马太福音吼，第三章十三节啦吼。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后边喏。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彼得耶稣对加利利来到约旦河，看见约翰就求伊的洗。约翰就要阻止伊，讲我应该受你的洗，你反正来到我这个所在嘛。耶稣就应讲：“你暂且容允我，暂且娶我了哈，因为我咱你懂得安尼进主班的机啦，哦，迄、那个主班的机哦，那叫做主班的礼啊，礼仪啦哈。啊，对安尼约翰就容允伊啦，啊，约翰就容允伊会当安尼来做，哦，啊对哦，这是一个，我感觉这是一个迄、那个。”先知啦吼，这是一个礼的先知。咱这个约翰的阶段性的任务就要做，哦。啊，你来看咱的迄个路加福音哦，竟然甲记载伊是上帝了后，啊，耶稣提的都在受洗，哦，所以这个都在的顺序吼，耶稣的顺序接法有前前后，接法偏差，拢是表示足近啦，哦，表示足近。啊，所以这样吼，耶稣受洗啊。天顶有一个正人降临，伊个真像天上星啊，一样吼，佮有声音讲：“你是我宝贝个囝，我欢喜你吼。”伊受洗时吼，天地拢欢喜，
吼，伊个拢欢喜。伊谦卑落来，多正肉体，佮谦卑落来，互一个叫做约翰的，就是伊个仪表的表兄，仪表的表兄，吼，甲伊说，吼，仪表的表兄，啊，上帝就是对天有声音，对天变讲，这是我所听的囝吼，啊，我欢喜伊啊吼，这是上帝，伊说的时阵啊，佫做一个印象，所以伊安尼下一个模式吼，嘛是上帝佫欢喜的吼。啊，所以亚哥出来开始传道，年纪约有30岁，照人来看吼，伊是约瑟的囝。所以咱差不多看讲，伊就约翰就了。约翰就了的时阵吼，啊，伊30岁出来传道。啊，咱知影亚哥甲约翰差半年。哦，咱伫罗家第一天就看到，伊怀孕6个月，玛利亚就天台通过讲，你要对大基督吼怀孕生囝，吼，啊，伊本来啊，伊若惊，啊，若问了听天台解解过了后，伊讲我真尊主对过，吼，啊了后到去。因阿哥遐，啊阿哥就听伊个声，讲伊巴肚内面个囡仔就着遐，啊所以按讲来差半年，啊差半年吼，伊今即个半年出来吼，即个所在出来时阵，伊就已经着了，就快干嘞。啊，伊出来即个惊，即个就洗礼个时吼，伊就试探哦，伊即个就洗礼了才就试探哦。咱有看见伊个特殊啦吼，顺序出现了前后，是这个所在应该是前后大一点点，好，但是这个地方还是有这个安尼变道变皮啦。后来这个所在吼，马太福音，来马太福音的这个家谱吼，对阿伯拉罕圣体啊吼，对阿伯拉罕到大彼得几代？14代，啊、哦、啊！对阿伯拉罕到哥罗巴别，十七代，哥罗巴别是啥物啦？哥罗巴别吼，就是东土时第二届话，伊这个背景倒转来到中殿家族，总共有3个人：第一个伊斯兰，第二个哥罗巴别，第三个尼伊米，啊，第三个尼伊米，啊，当时咱有看咧。这个看到，这个艺术啦，有看到尼尼米奇，啊，有看到做了八百奇啦，吼，啊，总是做了八百奇，迄个时阵诶，鉴定，吼，鉴定吼，啊，所以到做了八百到亚多14代，哦，总共40代啦，吼，啊，总是咱伫这个所在，咱来看哦，罗家福音诶，家谱吼，加多变，因为。马太福音咱的家谱咱较熟悉，因为拢14代、12代、12代啊。啊，总是咱之前咧查考的时阵，过咱知影中间有跳几个，有跳。啊，为虾米买14代？因为好记，哦，因为拢靠口传的。啊，伊足歹的有两个军王哦，拢甲跳掉。哦，都无听说亚当的祖先的家谱了。哦，啊，总是安尼个状态，大概14代啊，安尼好记哦。啊，总是这个所在的家谱哦。这个所在是对天门堂啊，阿伯拉罕堂，转来到什么人？转来到玛利亚，总是罗家的家谱吼。罗家的家谱是对约瑟算起，转到什么人？阿东，转到阿东啊。啊，阿东是上帝囝，转到上帝，转到上帝。啊，啊，转到上帝几代了？我唔知影，我唔敢算。来，我前几日有人打。传一个分析版的圣经啊，我阿姐写得真清楚，简单明了，啊，都是记袂了。伊只不过吼，将这个教学教明吼，啊，甲你开个顺序安尼啦，哦，每只怎样怎样怎样，安尼是大，啊，你就看咧，去目标咧，哦，啊，都是嘛记袂了，哦，无在了啦，记这嘛无这么好啦，记这袂得着啦，哦，你若会记咧讲真经，正拄咧用，搁正拄变真，特别安尼就得着。哎，所以吼，这个所在吼，伊对亚当30岁开始算，啊，啊，对有伊特别的意义啦，哦，有特别的意义，两本圣经咧印证的，无论对玛利亚转去，啊，是对这个阿伯拉罕转来，到玛利亚是代表的子孙，约瑟嘛代表的子孙啊，嘛是代表的系统的啦，
所以玉伊这个玉石啊，开始对玉石狂赞推，推到战地那边去了，哦，推到战地那边去。啊，这条干啊，我顶住咧甲恁讲啊，这个放在因这个什么，这个名字啦吼，这个民族的中国的名字。啊，你杀这个家伙吼，这个独孤到无畏，啊，独孤到啊，当时吼，马台内面吼，咱有看见无简单嘞。五个我捌甲咱讲过，有影响大。逆转胜，逆转胜的贪嘛，哎，我无讲迄个哦，贪嘛，哦，这个逆转胜的哦，贪嘛，叫你讲，来，我拢简单讲者，我说叫你怎个讲，咩样子？贪嘛是叫咩人名？叫咩人名？我，叫咩人名？叫我，啊，叫咩人名？我啊。哎，那袂记好，叫咩人进步啦？哎，这只大疑问，啊，这大事件，国际比第37章，约一个故事，直直讲，不能讲到一个，就叫做现代故事出来。啊，怎么啦？讲来，讲到讲出来，啊，犹太啦，犹太啦。要带这两个，带卖囝，两个囝派囝拢当，啊，你无够老派啊，啊，就派都差不多三十岁的青年吼，拢安尼过生年，啊，这头嘛是大汉真富啦，啊，这个吼第二个后生吼，甲头过完了吼，阿姊去，哦，啊，又带面讲，啊，这拢缺富哦，缺富哦，哎，一定要长辈安尼把甲留落来，唔敢回过年，啊，头嘛袂用过吼，啊，伫迄个所在，这就青年啦吼。啊，到台北的江村嘛，对落来。啊，所以这是咱今日都看到的，这个经文啦，吼，这咱都看到的经文。啊，这什么人？甲主要这款的家伙，皇宫贵族，遮个这个家伙。啊，咱遮个有遮个都来看的家伙，你看一个过去。啊？控制球控制比较好，控制球控制不能外飞的，怎能外飞的？硬件外飞的，老表外飞的，硬件外飞的，老表。哎，主要咧讲几回？有一个所在吼，你读的你怎分得？你唔知啊？历代记录上悬，伊的家伙偌长，你知无？哎，叫亚历山大大家。伊的家伙拢用高枪啊！啊！伊个家伙拢上高章啊，第一章到第九章啊，啊！啊！你读个你就分得，啊！啊！讲上中间有，那你讲历代书吼，也必须要读到，像你讲也必须要读到，我那先再讲一下，啊，就来结束啦，哈！也必须要读到吼，咱，第中间啊，第四章的所在，历代记录上。应该是第八章来到现在，历代是历代是上四章第九节，第七经典到第四章第九节。后摆我本来有在做饼干的，当时哦，即马讲个家伙，即忽然间家伙足简单个哦，怎么人听怎么人听怎么。啊！伊中间出现一个中文的所在，这个第四章、第一章到第九章在讲家伙。第四章的这个第九十到第十十，突然间出现加加两个代志，加加一项代志。啊，这对咱来讲有真大的启示啊！这忽然间内面哦，有一个传教。啊，咱拢这边有普通的物件，啊，怎样加怎样加怎样加怎样？啊，当时这个中间有忽然间出现这个故事吼。你个呾伊是非常非常个珍贵，才会做个记录。啊，来迄条个，迄条咱再来看来。亚比斯比他送弟兄更珍贵，他父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
我生他正是痛苦，亚比斯酋长以色列神说，正愿你赐福于我，扩大我的见证，他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审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有真侪人感觉讲即句话吼，讲了上含吼，伊倒一个啊，重点来应阮伊所求的吼，啊，莫会当靠啊，就永远去祝福我，靠爸爸的护庇，常常到我地地，啊，保佑我无拄着患难，无就艰苦，啊，重点来应允。圣经来讲，圣经迄个约翰福音来讲，讲若要重要，都讲的话，都着来，拢记载了吼。天下都有一个代表，同款啊！恁是富裕的良根吼，恁啊每一个人物的富富，我每个庙都较非常的天天道吼。我像咱今日看的就是六十六关，迄个真正是看的正经哦。恁个六代老，那阮读一两年哦，啊正经，啊像迄个什么迄个那个东京楼哦，迄栋楼拢是因的经典的，迄哪读得了？迄读不了啦。加在嘛，上帝里面干哪，咱一本正经，十十来块，一万三千几十。啊，所以啊，这个所在啊，有时，伊这个对祈祷，然后上帝就应允，这祈祷的时间有特别长，有可能十年以上。伊这个中间吼，伊拄着地地的艰难困苦，伊还阁是直接在甲治疗上帝，上帝啊，求你会当祝福我。扩大我的福田，伊欢欢喜喜咧祈求，吼、哦，伊要卖咱种地啊，种地啊，我哪会发得，哪会发得，哪会去做这款的代志啊？种地你其他那个你起来嘛还好滴嘞，伊一直保持这款的积极，啊，咱咧讲迄个振动力啊嘛，我最近爱讲迄个振动，伊这有科学的，咱咧讲迄个啥子正能量啊，吼，还是讲迄个啥子迄个咩？伊这是用积极的态度咧祈祷，到底是经过偌久，伊才一个这个上帝就应允伊，正经无明白。啊，即大过在两三二年诶。哦，啊，所以你着知影讲，啊，阿弥陀的祈祷吼，毋是照伊个看，安尼就讲伊祈祷了，阿妈上帝就应允伊啊。伊迄个中间有经验的偌济艰苦苦，迄个艰难困苦啦吼。啊，即个甘甜苦辣即款的物件，啊，啊，偌侪挑战，偌侪即款的弯弯翘翘啊，这拢无上帝记载。啊，总是伊一直保持求上帝祝福的款，啊，啊，伊就比其他的兄弟搁较尊贵，因为上帝祝福予伊，伊就比其他人较尊贵。啊，所以咱因为多家伙，咱对人家伙只安尼讲哦，咱若看见这绝对有上帝真好。会启示家己，都要互人会礼物，哈、哦。好，安尼咱今日嘛是讲两章尔吼，啊两章有人要问看卖话题，要分享无？我顺便来请教你吼，安那？哎，刚才你讲耶稣怎么回事啊？吼、哦。有。啊，讲起了对用背后边个设定。嗯。啊，刚才我们开始讲耶稣的时代呢，怎么会圣贤的？哎，对。啊，这个圣经在哪里啊？哦，无，这我是听大卫鲍芬讲。啊，大卫鲍芬呢？个人就是讲十二月。啊，伊一定所讲的。我曾经已经定了。但是我圣经查咱拢无安尼写，圣经拢无写讲十二月的成年。成，你家提讲成年，成年。成年二十岁。成年二十岁。嘿，成年二十岁。啊，但是若要当时吼，要做这些三十岁才做这些。这些是三十岁对。这些三。啊，成年是少只，啊，二十岁伊搁会等于讲会使出征，会使做兵。若要少下，啊，二十岁才出。啊，二十岁才会当。啊，迄个所在吼，伊讲迄个经济部分，啊，写二十岁才算成年人的迄个金，付迄个金就是成年人教育。啊，中国写来讲十二岁是成年，伊还话着少。我刚才讲的内容，真正是拢对大卫鲍芬来，迄个啊特别伊，刚才我讲的句嘛是啊，伊十二岁以前对老母，十二岁以后就爱对老爸。啊，对人伊讲，我爱用我老爸的家，我老爸的田哦，对我
国徛起的所在，毋过伊也是重复甲伊做一阵。啊，即我纯粹吼，我袂去读个资料啦。讲一道个包分吼，咱拢知影伊是县经研究个权威啊。你若是了土库内面哦，你遐听看卖啊。你听得到底哦？你有读过县经？你听伊个讲嘛，你会感觉足享受个啦。啊，你若无读县经哦，你呐袂了解。哦，那只股票就破，只股票就破安尼哦，会感觉是安尼。我说个点油呀，我话恁讲，伊你讲话有点政治啦。咱个读了解，你讲是讲耗电就好，唔是讲耗水就好。我系信经话者，那无用讲话个耗电，唔是讲耗水。啊，确实伫咱今日查经经来对付，不讲顺哦。哦，恁来咱来甲看哦。对。伊只是讲，譬如。第今仔日读个第二章第五个，伊在讲耶稣甲伊个爸母等于哪个对咯？事事拢顺从伊，有讲顺从。有。哎。但是咱个读教个是讲孝敬，唔是讲孝顺。有。哎。啊，我感觉这是作话真理哦。你看在我哩读到唔到有钱，讲到要孝顺。哦。啊！但是即摆叫我叫囡仔去做开咧，啊那还是，我叫我讲我做几多真个，所以咱即摆新的新兵拢怀疑叫个好的，你除了好的应该尊敬以外，爱尊敬，爱尊敬，啊尊敬在讲，那是好的，你都爱顺从，你都爱顺从，这是好的，就是爱有分。啊，讲较早咱人家咧当国文化讲吼。阿公也老爸，阿老爸也阿姐，阿公阿祖公拢对，阿村里拢都讲唔对，变作咧。我刚刚讲，这个文化差异差好大。阿咱自然即摆教囡仔是吼，会教育唔讲，你拢爱听是话，也唔是咧。合理的你来听，唔合理的你唔来听，安尼那是。我刚刚有选择，要尊敬。我感觉应该咱连咱，我即摆会新的话，你拢讲嘛？真好啦，我是，那你讲嘛这，啊，爸，咱来讲着，一般咱通常来讲着，讲好分好分，哎呀，啊，这是有感有化啦。嗯。啊，但是我感觉即摆做这样，较早无人吃，啊，都孝顺，即种孝，啊，都孝敬。我那是了嘛，较大较无注意个。皇帝拢较重吃孝顺，孝顺。我感觉孝顺，孝顺父母。一般人发脾气，那讲东吴话都没有不是的父母，啊，现在就有混蛋父母，真的要不是嘛？没有不是的父母，这是大家的共识。他的讲法啊，人家的互相啊，啊，即嘛，这个保护教育呢，啊，加迄个父母足济哦，足济，所以个性养育的状态迄足济哦，哎，足济啊，啊，对，即嘛未在去讲迄个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嗯，啊呢。天下有无不是的上帝啊，不是无不是的父母。出来来感谢主吼，安尼，咱来继续为着各样代志，几多人吼，但继续为着世界疫情啊吼，啊，第二就是咱最近含美国的迄个交易吼，有底啊，因为底啊，咱是进口商品，咱卖咱出口吼，啊，当然过去有迄个环境吼，啊，从最近的国际经济天天在改啊吼。所以就执政党吼，就强调执政党到遐个地位甲坚持啦吼，还当迄个反对党吼，因自然就爱反对啦，这是还当理解吼。无一个作为反对党吼，安尼就失去势力啦。所以反对党安那卖感觉愤愤不平啦吼。啊，总是咱自己只个一个，啊，最近即个口罩的问题吼，即个互咱个防疫哦，有可能甲变成做一个漏洞，都是强调因面。啊，对咱能够继续有只防疫团队嘛，特别咱的指挥官陈其中部长吼，啊伊，哦伊即个啥物个，迄个看做顺天镇嘛，甲玻璃关的咧，哦啊即个，迄个卖鸡卖狗的即嘛甲玻璃关的，啊这工会主席吼，啊这甲伊当然是伊即嘛目前最后的是负责工会主席，啊，迄个COVID-19。啊，所以咱治疗陈志忠部长，啊，咱嘛感觉讲，哎，从下到上边啊，根本就是真难。哎，真稳重嘛，前途真好，啊，真有地位。来，这个时阵，咱谈谈这个话。
啊，对咱若继续为这个祈祷，啊，为了妈在咧叫发福你个，吼来祈祷，真水有影无？你咧白去请你祈祷。祈祷你个，我祈祷个。哈哈哈哈哈！啊，咱大家拢起来祈祷，为了咱是水有影吼，你请来祈祷。好，你祈祷。会使，会使，我来祈祷。啊，我祈祷大家来祈祷，我讲个祈祷来个，祈祷者啦，吼。啊，你祈祷你个。天天与主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